这个没有很难呐、啊，这个随便玩就2000分了。看这样很简单，三颗苹果，这到底哪边难？谁能跟我操你妈的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经过精密的计算，最精密的那一种。干你娘！哦，没有啦，这刚刚只是效果了。你看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哈密瓜就要出来了。然后你们一般人正常的逻辑就是会把这个柿子丢到中间，要去跟这个碰。跟你讲，这个一定错啊，这个一定错，这个错到不能再错了。这个是要放在右边，右边跟右边的啊。看到没有啊？看到没有？又教了你们一招啊！干什么很晒？这是。这可以用算的，这什么赛干？刚刚在拍题啊！这个游戏最近流行，那就是代表全世界人类的智商在下降啊！今天很呛是吧？干您！他妈是在靠杯。很难啊！操靠腰，飞出去！不会飞出去啊！飞出去这游戏就有问题了。看怎么飞起来！我啦！干干干！哎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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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碰一下吧！哎哎哎！我操！看这有很难吗？我刚刚大概只出十成力啊！哦，一成力，讲错了，一成。像这个就要放在这里，等下跟它融合 ，fusion。哦，没有，我看动起来，动起来啊、哦！有没有？才2659，在那边哇哇叫，才2659，我也是26590嘞。这种小朋友分数也在那边跟我哇哇叫，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在认真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周瑜的实力啊，台湾周瑜哦。周公瑾是我，表姐啊，五哦，所以哦，哎，有没有这个就是连环之计？靠背哦，那葡萄那么多是要死哦，有没有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叫逻辑。知道有人在跪着看实况了，不要这样。并没有。他妈的，哎、欸，这游戏有 bug 啊！那个应该早就要下去了，然后干你娘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丢进去就不得了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一颗滚进去就不得了了。好啦，认真了啦，三千耐久，三千这么简单，三千打个哈欠就过了。
哦，哎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卡个屁啊！这是经过精密的计算。现在苹果脸是很靠北，赶紧鸟面吃草莓。哎，干是在靠腰哦，这游戏的物理运算真的有点问题。哎，这游戏真的有问题。感觉没三千，再看看。哎呀，糊了，谢谢大家。That's quite big. Impressive. 干，怎么滚那边去？干，不要。哎，什么赛？这个叫实力，好不好？他妈，我看到我画面最下面有一颗草莓，我就不爽。哎，这一局就很像手上的麻将都是二四六八，你知道吗？动下吧，我干你娘！干，那两个是怎样吵架哦？干，这葡萄等下滚下有直接关机。干你娘！第二颗翁来。Nope。哎。哎啊！哈哈哈！哎，没关系，还有点机会。现在放弃的话就没了，是有一点，还是有一点，气你妈，有一点机会吧？啊，有吧？走，干干干！哎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没关系，我那个樱桃，那当然就会发挥它最大的效果。那个我放在下面让它滚是有故意的意思，那是故意的。那这个是我安排的一个暗装，有没有？开始在动，有没有？他把那颗大的苹果往右倒过去，有没有？看到了吧？你看，你再等一下，那个苹果就会掉下来了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他们就结合了。然后草莓，你看，跟你讲，一切都在我的计算当中啊。哎、欸，靠腰，不小心按到这个了。我想这一局应该是稳了啦，吼。哎、欸，刚刚是效果啦。哇，这个来的真好。哇！那我刚刚都在算那个、啊，是算的。站一下，哎 ，fuck， 哎哎，来一下，哦耶，哦，看到没？西瓜。我看过西瓜，听说什么社长玩了很久都看不到西瓜的，怎么卡成这样？就说这游戏有 bug 哦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我比蓝月强，不用再讲了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你玩多久？蓝月，你玩多久？你玩多久才2659？我干，你看我三小时就有了。如果我再玩九小时，我看就4000多分了。你已经输了，你已经输了，可以睡觉了，晚安。你有没有听过孙悟空跟弗利沙的故事？你就是那个孙悟空啊！你练了300多集，我练2集，我就变金色弗利沙了。你已经输了，爸爸晚安。